这可以说是男朋友必学的一道吐司。淡奶油里加入一个蛋清，一小白糖搅拌均匀，让吐司的一面吸满奶油。中间放上火腿、芝士片，你喜欢什么就放什么。另一片吐司扣下个爱心，同样吸满奶油，有奶油的那一面向上，在爱心中放入蛋黄，挤上沙拉酱，烤箱180度烤20分钟。天气慢慢热，来做一杯超适合夏天的饮品。桂花冻放入冰箱等待凝固，橘子苹果里加入冰糖和茶包，煮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。桂花冻打底，加入满杯冰块，插入一片橙子，倒入果茶。爱心吐司也烤好啦，撒上一点欧芹。烤的酥脆的吐司搭配着咸香的火腿，还有软糯的蛋黄，快带着你爱的人去春游吧。